下雪了，约了朋友出去拍照。看我的睫毛跳到面膜上面了。看看女孩子化一个妆，桌上有多乱。突然有工具人正好送上门。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所以变成了三个人出门。Please get clear of the door. 及疫情防控要求，请各位乘客乘车时全程佩戴口罩，否则工作人员将。请勿奔跑逆行。今天有人说我又高了，因为我穿了一个这么高的鞋子。因为我穿的就不高了吗？看我的。没事。搭乘走几号口呢？站走几号口啊？走几号口啊？你前面不是？看我的睫毛上沾了一个雪花。我好像个傻子阿爸爸。我本来还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穿了羽绒服，我穿太多了。然后风吹过来，发现还是有点冷的。这个帽子太大了，我变成独眼狼了。旁边牵着一个可疑人士，这边也是一个可疑人士。我才是可疑人士。跟着导航走到这里，总觉着可能会是那种小红书上的网骗店。这期视频的标题已经想好了，震惊。到了。怎么说呢？你要说他网骗吧，好像是那个样子。对。你要说他不网骗吧，好像是那样子，不好说。那边光线不好，随便拍了几张，转移阵地去下一个地方拍。手头上的血，这是米老鼠和冷艳艳。肯定是你吧。就刚刚，这里吗？不是这里，因为这里就没有光线。你的脸也太歪了吧！室内打伞会长不高。哦，打伞不好看。再离那个脸近一点，因为你是有束光的。好像刚刚那张，不是第一张给你看的那个位置吗？不是，咱们要精确到一根头发丝这个程度。因为我杀你可以，这两个是两个色调，我是聚焦才不一样的地方。两个色调，这两张都是一样的。好好看。专业。是的。哎呦，小夏，你看，失败了。没关系，我试试。你好累啊，就是这个裸拿着，我可以。你就放那也可以。本来说今天拍雪景，结果根本没有雪。结果拍的夜景，拍的一切都是没有雪的景。那个表情还没拍。
光腿神器的这个褶子像假肢无遗子。等下吃什么？不说吃椰子鸡吗？自助椰子鸡吗？我觉得那个好像很难约。我没有找到。哦，好，你不对，你什么？现在准备吃饭了，我们在纠结吃什么？你泰国菜。好，泰拳。来，泰拳。石头剪刀布，我什么来着？我烤肉。谢谢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给我三。